这把剑是你的吧？这把剑是我们在树林中找到的，在他的附近还有我们几个遇难的士兵。这件事是你干的？你不说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的女人生不如死。 哎，人都是我杀的，你欺负女人算什么能耐？有能耐冲我来！把这把剑插到他的肝上。老冯。 这小子来了！你往哪儿打？你有准就打呀！这帮业余的，兄弟，没伤着吧？没啥事，你这枪法回去好好练练。 文浩，文浩，文浩呢？你看到文浩了吗？文浩，坏了，文浩在山上。老冯啊，留下两个人看着他，其他人给我山上找人。走，你们俩留下看着，给那儿给我射线。那，走。 别着急，咱们肯定能找着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丢了怎么办？别多想，咱们再找找啊！文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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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站着，这边，快，别让他过来。
文浩，他才7岁，他总说要让妈妈以后天天吃蛋糕。他还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比蛋糕更好吃的东西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 你的部队在哪？离这里大概10里远的一个兵工厂。有多少人？有一个营的兵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100多个劳工。劳工都干什么？他们白天做军需用品和制服。 晚上到，你们不是共产党抗联队伍，可是你别告诉我，你们只会欺负中国人老百姓。要是个爷们儿，就跟着我去打鬼子。鬼子，我们也恨。把弟兄们都召集了，准备打鬼子去。那。 行了，差不多够了。那现在咋办呀？咱们准备躲起来。鬼子来了，狠狠打！走！鬼子来了！他妈的，就一台破车，啊！弟兄们，听好了。
这就这么兴师动众呢？这么大动静，听我的，一会儿全给他们干掉。大哥，老大在那边等着呢，打呀？让他们歇着吧，这点小事用谈吗？听我的命令啊！不是葛海龙跟鬼子干起来了吧？赶紧通知你们老大，情况有变，让他赶紧支援葛海龙。好，快去！其他人给我上！我走。看着点啊！葛海璐呢？搁这儿呢，搁这儿呢。葛海璐，咋回事？谁让你来的就？我们之前怎么商量的？我们是来救人的，看看这是在救人吗？谁叫你开的枪？谁叫你开的枪啊？谁？谁让你开的枪？行，别打了。一会儿鬼子来了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准备走了。把他给我绑了！哎，等着回城收拾你。走。你昨天晚上听完故事，回去睡了。我可是下半夜一宿没睡。我说胡留声咋没了？咋的？有啥心事儿？一天到晚在这林子里转，找康莲，找不到咋办？你能不能沉住点气？还一宿没睡，亏你是个老爷们儿。不是，我这带了一波兄弟呢。
队长，前面有情况。隐蔽，快隐蔽，快！我隐蔽。别动，有情况。向左，二队向右，跟我来，快！情况不对，这帮小子是故意吸引咱们火力。那咋整啊？你听我的，拐路，你带着一队兄弟从左侧兜着他们打。那快去快去！老冯，你带着一队兄弟从右侧包抄。哎，注意了，一定要扇形射击，咱们交叉火力干他一脚。哎，啥情？啥都不知道，扇形呢，射击，咱们交叉火力。明白，上行啊！都快点的，别过去。三哥，三哥，打！打！哥几个，给我打！还挺厉害。局长，他们早有准备，我们冲不过去。看来咱们碰上硬茬子了。是的，营长，我看看。射击！爹，王皮袄，爹，thank you.
怎么不打了？没看着吗？有情况。儿子，你咋回事来了？啊？你奶和你娘呢？你说啥？他们都被宇文鬼子给打死了。狗日的小日本，你们凭啥？凭啥杀害俺娘和俺媳妇儿？娘！娘！爹没娘了，你也再也没有娘了。抗联的人带你过来的，你抗联的，是是，什么？是抗联带你过来的？不对，爹才是抗联的，跟爹走，快走。局长，怎么样？这咋回事？是我儿子，儿子，俺娘跟俺媳妇儿都让日本人给杀了。丫头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哦，对了，局长，我儿子说他是抗联人带来的，好像有人冒充咱们了。来人！在对面喊话，就说我是朱国忠，问问他们是谁。喂，你们是什么队伍？我们是抗联的朱保忠。这王八犊子，这都是爷爷玩剩下的。哎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才是周保忠抗联纵队，让他们立马缴枪。是，大哥。喂，我们才是周保忠的队伍，你们快缴枪投降吧。冒充的像模像样啊！给他们说，让那个周保忠站到队伍前面来，我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儿。让你们的周保忠到队伍前面来，我们领导要见他。不能去，肯定是想算计咱。怕啥呀？上去看看。哎哎哎，你咋这虎呢？哎，给我上，保护着。保护好我兄弟！你们哪个是周保忠啊？我后边的。哎，我说，兄弟，有站你前面害你的吗？我是来保护你的。就你？军长，他好像是纪乃臣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没错，是他。上一次我救董先桥的时候，两军阵前交换人质的就是他。
别动，往下方向。既然你说你是周保中，那我问你，周保中是哪里人？我知道，云南的。那你让他说几句云南话，我听听。能整就整。你傻呀？让他先说。你先说。妹，我说你们这个李贵啊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敢冒充我周保中。那不正好吗？我不仅仅知道你不是周保中，而且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南阳。你知道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他就是刺杀日本驻佳木斯首席长官加藤光夫的赤胆英雄。他叫吉乃臣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哎呦，兄弟，你神呐你啊！嘿。我的大英雄，这回你相信我是周保中了吧？放下，放下。吉乃臣及钟家兄弟向周军长致敬。抗联指挥周保中。欢迎你们！周军长，我们可找到你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啊，咱们不是水浒，不讲江湖那一套啊！同志们，弟兄们，起来！咱们欢迎同志们来加入我们抗联，大家欢迎！趁着冰雪消融的时候，把物资运到林口县境。这是鬼子一个长期的作战计划，他们是想把物资通过林口送到前线去。军长，我有个建议，我们今天出发，趁夜晚在大盘道设伏，明天早晨来个突然袭击，消灭这股鬼子，夺取物资。好，关师长这个主意好啊，鬼子的主要目的。那就是逐个把我们抗联的部队给吃掉。他们主要是集中兵力，好侵犯山海关。在这种形势下呀，咱们得给他来突然袭击，分散他们包围，拖住敌人的主力。我看这样，大盘道战役，咱们五军一师、二师，还有妇女团的同志们，全部参加。好，周，你把今天的会议纪要尽快向下面传达。好，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。好，啊，还有，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经过长期对你的考验，经过上级党委的批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做纪要秘书工作，首先就要具备这个条件。嗯，好好干，不要辜负党对你的信任。绝对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希望。抓紧干啊，抓紧干。哎哎，往哪扛呢？来，往上去，快。哎呦，哎。
抓紧啊！我们的壕沟还不够深呢，抓抓紧！小伙子们，抓紧干啊！明天呢，一大早，咱们都能吃着肉了。那可真好啊，团长。哟，你不相信呐？啊，王票啊，什么时候说过谎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但能吃着肉。 还有武器、兴许啊，还有金条呢。团长，啊，这不是一昨天做的梦吗？你小兔崽子你！你以为我撒谎了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早上你要吃不着肉，哎，你就把我给吃了。那可不行啊，团长，就算吃不着肉，也不能把你吃了吧？怎么的？俺们要是把你吃了，你估计不就把我们吃了？那是，我儿子饶不了你们。哎呀，我的妈！ 为什么他们子弹那么多，俺的子弹那么少？冷玉姐答应你，等咱们这次战斗胜利以后，多发你些子弹。行，冷玉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说话算话。说话算数。嗯。冷玉姐，我怎么了？快打仗了。 想去看看鸡大哥。啊，去吧。谢谢冷玉姐，那我去就回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哥几个啊？准备的？哎呀，哎呀，总指挥跟前大红人来了，警察工作来了。 说啥呢？怎么不欢迎我来是咋的？哎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咱们接到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那能少了我吗？哎，那是，这回仗可好好当了，真不完成活了，有喜事。得了，兴许，你可别忽悠我们了，打仗还能打出喜事来？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当我没来过。哎，你别走，有啥事说呗。 你跟组织申请，我跟杨国珍的婚事，批一下。真的呀？真的！哎呦，这臭小子！哎呀！我告诉你啊，哎，别光顾高兴，咱们打漂亮，对吧？哎呦，哎呦！那个，你把话都说完了，还有呢？还有没了？那啥，那我跟桂姐这事儿呢？啊！ 你说这事儿啊，哎呀，你跟桂琴的事儿啊，有点困难啊。咱主要是组织考虑到呢，你做的吧，不如人家大个儿。你看人家大个儿对桂琴多好，啥玩意儿没有他做的好啊？你看，你看，在哪说？我看你是没戏了。对，你看人群众眼光自然雪亮的。我跟你说，小哥别瞎起哄啊。 这认真的事儿，这大事儿干啥玩意儿啊？啥？这玩意儿有往一块比的吗？不是，你没人家做的好啊。我咋就没有他做的好啊？就是没人做的好，你还不承认？那咋才能做到他大个那么好？对呀，你咋做呀？你表个态呀！对呀，你得表个态。快点，快点！那不以后对桂琴好点不行吗？哎，我告诉你说的啊，我们哥几个在作证啊。 以后这小子哪天给桂琴给鼓的哭了，我们全证人，你就彻底没戏了。听不听？<笑>死人！哎呀，<笑>干活！你别老坐这，好好表现，好好表现。燕哥，哎，这要打仗了，你来干啥呀？就是因为要打仗了，所以我才过来看你啊。看我干啥呀？咋的？我看我哥不行啊。行。 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啊，这个，送你的。好，你别瞎心思，别人可都没这个福气，我就送我哥的。啊，我知道，谢谢妹子啊。啊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啊，这乱七八糟的。
你是我哥，你别相信，别人都没这福气，别人都没这福气，干活干活干活，你得好好干活，你不好好表现表现。行了，兄弟们，抓紧时间休息。是，团长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这一仗够咱们打的，这一次让你们好好尝一尝王皮袄的枪法。要过年了，老子这回要给这帮小鬼子好好的下顿饺子吃。兄弟们，这回仗打完以后，俺准备用小鬼子的过年的肉给大家伙做一顿我最拿手的红焖肉吃。真的假的？你看看，真的假的呀？让你们这帮馋鬼也尝尝俺王皮袄的手艺。真的，团长，你还记得红烧肉咋做吗？那当然记得了。馋了吧？馋没馋？馋了。你看看这小子，他妈哈喇子淌出来了。哎，你知道你嫂子是怎么跟我结的婚吗？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吧？俺呢，就是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红焖肉，你嫂子就跟俺结婚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看我跟你撒谎吗？哎呀，现在啊，俺那儿子跟他娘一样，都馋俺那口红焖肉。只可惜呀，往后你嫂子再也没这口福吃俺做的红焖肉了。这是你自己搞的掩体啊？当然了，你看看，合格不？嗯，还不错。这位置选的也好，挺好。哦，那个慧明跟冷云姐，他们在那边的山坡呢，你没去看看他吗？啊，我知道，那个他跟冷云他们在一起，我不用过去看。给我的吗？对，啊不，这是给我儿子的。那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去？给我干啥？不是，哎呀，你就拿着得了。还有土豆。哎，你咋忘了说大米了呢？就是水稻。那俺们穷人家哪吃得上那些玩意儿？那都是你们大户人家吃的。小慧敏，你想你爹吗？想，俺可想俺爹了。那你最大的愿望是啥？把小鬼子都给赶出去。还有吗？还有，俺最想的就是上学念书。好，等咱们把小鬼子赶出去以后，就送小慧明去念书，好吗？好。
鬼子呢？哎，桂琴姐，鬼子呢？你呀，还鬼子呢？我们仗都已经打完了。哎，你咋一点敲声没听见啊？就在你刚才睡觉做梦的时候，仗就打完了。那咋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？那谁知道啊？我们这死活叫你呀，你睡得可死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呢。哎，那俺爹呢？慧敏，你太逗了，这还没打呢，看把你急的。慧敏姐，你骗俺。冷云姐，傻呀。这九点多了，鬼子怎么还没上来？周秘书，和前方的潜伏人员好好联系一下，问问是什么情况。是。镇长，这情报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不，不可能。这是咱们兴隆镇抗日救火会连夜送的情报，绝对可靠。敌人一定会出现的。通讯员，到。通知全体战士原地待命。是。报告团长，警长让原地待命。好。哎，兄弟们，原地休息。虎子，注意警戒。是，团长。通讯员，回去告诉军长。就说俺说的，俺要是不全部把这批小鬼子消灭光了，俺这个王字就倒着写。团长，王字倒过来写不还是王字吗？对呀，团长，那还是王啊。是吗？是啊。挺聪明。那，你告诉军长，俺要是不把他们全部消灭光，俺就任他随便处置。是。鬼子靠近了再打，听我命令。报告军长，周秘书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军长？我收到消息，鬼子确实过来了，他们有大概300人，后面跟着卡车，上面装的都是物资。太好了，终于把他们派过来了。哎，通讯员，到。通知全体战士，做好战斗准备，快去。是。进攻是，警员，发信号，准备战斗。都不要乱，这两个火力机
继续追，我去堵住他们。是。抓活的。是非美丑真伪，世间一遭。
小个子带母去追逃跑的鬼子，他自己去绕到拦截，他枪里打的没有子弹了，就和鬼子拼死刀，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。别饿死我！放心吧，丫头，我会好好给你照顾。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平安给我拿来，同志们，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勇敢，打出了我们抗日联军的志气。这次战斗虽然牺牲了我们几个好兄弟，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他们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，他们的名字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。在此我想说，为了祖国死而无憾，为了人民死而无憾，为了我们兄弟姊妹死而无憾。
面请。你是不是地下党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为什么出卖自己人？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我要是不跟日本人合作的话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我最恨的就是叛徒。别整！周军长，前些天周围人同志反映组织出现了叛徒，紧接着他就失去了联系，这说明地下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。文英同志，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贸然派你下山。可是周军长，自从周围人同志失去联系那一刻开始，就意味着董先桥同志已经陷入到危机之中，一旦他出事儿，就意味着这次会议没有办法正常召开。周军长，你要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呀。军长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他们俩随时都会有危险。好吧，那你会记住我，所有的联络点你都不能去，免得落入敌人的圈套。再有，要确保自己的安全，一定想办法找到董先生同志，确保他的生命安全。是。啊，还有，经上级党委批准，同意周围人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这是他的党徽。如果你见到他，请带他入党。送到刑讯室了，给我待这儿来干嘛？想请我吃饭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抗联的人吧？要说你小子还有点眼光，我不只是抗联的，我还是佳木斯地下党的联络员。怎么着，高兴了是吧？没有用。不要想从爷爷嘴里掏出一个字。怎么着，有什么家伙事就冲爷爷身上招呼？这儿一百来斤交给你了。我认为那些道具对你来说好像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刚夸你有眼光，你这眼光还真不赖啊。你要知道，其实我对马大邦并不怎么感冒，但是他对我的帮助却非常大。
而你却把他杀了，这不免让我有些心痛啊。那是个畜生啊，你还心疼他？你跟畜生当哥们儿，我有点怀疑你是什么东西变的。哼，好，说得很好。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场盛宴。刚说完要请我吃饭，就真的请我吃饭了。好啊。应该是有啥行动吧，我们只能等。大哥人，你到周围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打听一下城里的情况。是。大哥，小心点啊。怎么样？外面贴出告示了，日本鬼子要在广场公开处决周大哥。你没看错吧？不会看错的。啊，还有，鬼子关了城门，咱们的人恐怕进不来了。哎，龙云姐，鬼子一定派大量兵力守卫的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有些关系，花了点钱。你来这儿很危险，我是抗联的，你在这儿通共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心，我在跟他们做生意，给了他们很多钱，想必他们也拒绝不了我给他们的那么多钱。好了，长话短说，我见到郑小姐了，他们想办法来救你。啥？他怎么能来呢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这傻子怎么看明白啊？仁者见仁。郑小姐这么爱你，难道你感受不到吗？那你告诉他，让他别为了我冒险，我死不要紧，他得好好活着。哎呦，你以后也别来了，我不想连累。来不来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觉得是时候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了。至少我现在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给你带了点东西，这个呢是德国的止痛片，非常管用，希望能用得上。我用不上。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你已经被你们的组织认可了。好了，我先告辞。那你回去告诉他们，千万别来救我。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李先生多保重。保重。好，好一对。
曾先生，之前看你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做生意，还算规规矩矩。现在怎么又突然和共党分子有了瓜葛？你认为你能这么顺顺利利地进来探视这个共党重犯吗？当然，你有你的选择，我成全你。进来之前，你没看到告示吗？我要在这里公开处决姬乃臣，到时候所有来营救他的共党分子，我们都会一并绞杀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等等，那么大的告示，我当然看得到。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，我也给了自己一个交代。不过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把他也带了进来。乃臣兄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抓住我干什么？我的家人被杀了。维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。你是军人，履行党的义务，任务，走啊！执行党的决定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严守党的纪律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冷云姐。